决定啊，走错片场，搞错了，再来。好，今天带大家来参观的是我们的 G70， 它的长度呢是有 11.5， 宽度是 3.3， 高度是 3.8 的一个太空舱。我们外面全部采用的都是铝单板，我们的隔热层都是用了高泡聚氨酯，非常坚硬。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的是我们一个厕所，我们洗手池、洗手台，会发光的镜子，智能马桶、智能热水器，通风的时候可以推上去。最主要还是我们的主卧室，这里就是我们一个主卧室的空间，非常之大的。这个地方可以放一个床，这里是一个控制台，外面的灯、里面的灯，观影模式，这里会下降下来一个投影仪，两个小情侣就可以躺在这里看电影了吗？包括呢，我们灯带到时候会有七种颜色，玩累了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出个阳台。我身后是一个海边，我可以吹着海风在这。我们在亲近大自然的时候，晚上的夜空是很美的，到时候可以打开这个智能天窗看一下晚上的星海。我们下期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些功能性的东西，带你走进太空舱的真实世界。有什么不懂的下方留言给我，再见。